我都不敢出，这哪儿也不敢去，我怕人家笑话我，点着眉眉。都想美美，那、这咋美呀、你都是仙女了，还需要咋美呀、你这挺美的。你把你的心里的想法你告诉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花钱无所谓，嗯，你给我弄的好看的。怎么会好看呢？在你眼里边，你想一想。我眼里头，都说出去了，人家夸我也直头叫的，可不从哪儿叫。今年是80整还是80多了呀？81了。这个发型剪完了，奔着多大使劲呢？看着说像60的还是像50的？嗯，像70的了。像70的了中吗？你这要求不高。就咱们圆一下梦，行吧？嗯，脚为你的，你都看这脚吧。好，这石头。我很少碰着80来岁还这么臭美的呢。是吧？舅奶奶没事吧？还叫大姐呀？哎呀，不应辈儿忒大了。不应辈儿忒大了。多大都嫌年轻啊，是吧？哎，我都看着四辈人了。看四辈人了？嗯。没有吧，怪不得头发都白了。这不是操心，这个该白的是。那好，身体挺健康的吧？我今儿个都有点犯血压高。犯血压高？激动的吧？真是激动的。别激动啊，放缓心情。现在这你这样人物不好找。哎呀，都一样的，都是普通人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能找到我剪个头发呀，都是我的荣幸啊。对吧？哎呦，那感觉好。有啥话对年轻人要说的不？对年轻人要说的，要说的都是你们继续攀登高峰。继续攀登高峰。所以到啥时候得有一个好身体是吧？子孙们有多少个呀？反正跟我叫太太的家里边都有7个。叫太太的啊、嗯、哎呀，儿孙满堂啊。你肯定是个老寿星将来。我发现这个美对于多大年龄段的都有吸引力。是跟来很两样的吧。可有个仙女找我剪头发了，我不得珍惜点儿。剪完了咱们仙女下凡呢。随心不？随心。随心呐。仙女都笑了。我们老婆本事。带着我来，带着我找你。老来伴儿啊。这没老伴儿，是这别说我、我哪儿我也去不了，哪儿我也知不到。耳朵还聋，眼睛还瞎。应该补个婚纱照去。应该补个婚纱照去啊。补个婚纱照。是吧？那老爷儿碰不上，配不上我了。满意不？满意。满意，你给我点个赞。